是乡间滑雪道 Cross Country Trail。你要打车暖和一点，现在是第二天早晨。我们刚才发现原来这个 Steep Trail 的门是开的，里面还有暖气，还有凳子，早知道昨天晚上应该睡在这里边，就不会被冻得这么惨了。其实可以趴这儿睡觉，真暖和多了。还有两层，这边有一架楼梯可以上去，这边有个小厨房。是在车里睡的，睡得好好啊，特别特别的暖和。然后现在是早上，我们要来走这个叫 Westside RailroadTrail， 应该是一条很平的路，因为原来就是铁路，据说会在前面的那个峡谷那里有曲折而行。最大的危险就是火灾，这段铁轨下面那个山体滑坡了。
现在是悬空的，连那个枕木都是悬空的。